下。哦，下下下是红色的。哇，你看到过？哦，又是红色的。哇 ，OK， 我老妈，因为在那边下。
泼墨，给大家展示中华传统书画艺术。简单介绍一下增广的大师，特别是老师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，感觉舞台跟观众的距离有一点点远，特别允许十位爱好书画艺术朋友，您可以走上舞台来，近距离的观赏老师现场挥毫泼墨，不需要举手。爱好书法艺术朋友，您可以走上舞台来，近距离的观赏。简单介绍一下曾老。坐在您的座位上，用您的智能手机可以搜索百度搜索曾广德三个字，就能看到老师详细的内容介绍。曾广德大师1929年出生于湖南湘西，他是中国八大家之一，中国国立书法家，中国名人书画院名誉院长。我们的帅哥美女稍微往后靠一靠，第一幅作品已经完成了，朋友们您的掌声热烈一点。这是曾看，真的不要往下下车了吗？对马路。这个公司的车，我们待会儿去动、哦、天门洞就坐这个车上来。哦。公司车，挺轻松的。